你看看啊，这两盘料子啊，这边的话是飘着丝兰，红匪、黄匪渐变，这边的话呢是一个黄匪，但是这边的话稍微有点柳，这边的话是兰花，后边的话有一个夹层，这个的话得往下走啊，这是裂啊，夹层裂得去掉，这个裂应该是没穿透，但是有深度啊。这底下的碎裂就多一点，这个需要雕刻慢慢往下做。侧面这块唯一这个的话，上面的话天上飞女是下来的，呼应的这种感觉。这边的话是一路长虹，后边料子够厚啊，雕一个大牌肯定没有问题啊，但是戴上去可能稍微有点大，戴上去。就是没有1.8米的体格都不要吵了啊，确实有点大。好。